好，大家又到金哲老师的动动哎，那个速读时间哈。那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对老师很赞赏，除了按赞赏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受益。健脑比健身重要。如果有什么建言呢，滑到这下面。留言，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，要进去的朋友也记要记加老师的 LINE， 那并订阅哦，那老师会邀你到群组，并依你的问题拍成 YouTube 并附上你的名字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哈，你看这里有像一个跑车，这边那个灰旗又开始了那个了，那这里跑道，那这个是往怎么样这边跑，那另外这边也是一个灰旗，这个跑车，这是跑道哈。OK， 那我们就要把它命名到什么？背道而驰，一个往这边跑，一个往那边跑哈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就三。好，那再来看一个哈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两个有四，对，这不能有四，这个不能有四，这个不能有四，这就是。啊，一样还是斗铁路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你看我们破解点都在这个第一宫，你看一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就八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哈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哈，这两啊，我们可以知道配定说什么 ，B 实力是九八配，但是能不能确定？因为都没有那个字眼，所以他不能确定哦，知道是九八配而已哈，来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哈，这个来说，好，那六，这边六三八嘛哈，这边六三八，啊，不是骂人的哈，不是六三八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，这个六下下来，这个六过来哈，来会不会三八配？不会啊，所以六八配。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什么呀？六。那这边呢？因为这个六八六八，但是这边的六八不能确定嘛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六。好，那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六。好，那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六。好，那这个六下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。好，再来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六。六怎么样 ？Bingo 了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八。好，来，好，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哈，这个五杀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哈。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哈，那我们说的，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配，四二配哈。那知道四二配，能不能确定？没有用啊，没有办法确定啊哈。知道四二配，先记在心里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怎么样？八。好，那这边还这个二宫还差什么七九，这边没有七就放什么九，这就放什么七。
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健脑比健身重要哈。那我们今天碰的是图形，如果你刚开始碰图形或是麻辣的，那看不懂的时候怎么样？多看两三遍，一定看得懂哈。那我们看速读的顺序，最好是从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在图形的初级、图形的中级、图形的高级，哈，因为老他在麻辣哈，那因为老师在解说图形跟麻辣的时候怎么样？用什么高级的扫面法的进阶版哈？那你如果从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哈这样看，把这个基础做搭好是比较好。如果你可以怎么样同时混合看也可以哈。谢谢大家。